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南孚电池31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四代，南孚烛光不息。所有看完成绩的考生，抓紧过来签字，参加最后一门考试。所有看完成绩的考生，抓紧时间过来签字。那边签字啊！参加最后一门考试。这校长生厉害了，同学可以进总局了吗？可以啊！哎，可以进总局了，真的、啊？可以直接进去了。我去，太有上我也三个都出来。看完成绩的考生，抓紧时间过来签字，参加最后一门考试。抓紧过来签字，参加最后一门考试。想一胜七字，想一胜，侬就是想一胜啊！是，小青年，侬结棍的，你这一共考了两门就是，侬两门侪是满分哎！等一下，笔试好就好，侬回到中学啊，肯定没问题啊！我只能分配到总局。哇，按照侬现在搿能考下去啊，稳稳当当是第一名。总局啊，勿会得让侬搿种人才到别个地方去个。所有前两项考试通过的人，抓紧时间进入考场，快去吧！准备最后一项笔试。所有通过前两项考试的人，抓紧时间进入考场，准备最后一项笔试。三科相加还是总成绩？还有3分钟就要考试了，抓紧时间进入考场，不要迟到。哥，我有个上海的朋友，相当挺差。但在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，所以没有通过。我想帮他去第4所当警察。第四所？这么神秘，我没听说过啊。是什么保密机构和特殊研究所什么的吗？是在上海市公安局。哦，公安局，总局没问题啊。总局下属的16部分局，再下属的第4警察所。警察所，你让我一个侍从室秘书往警察所托人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给他买张票，让他来南京，我在首都警察厅给他安排一个位置，你看行不行？如果在上海的话，至少也是上海市公安局。再往下我不认识人了。我朋友说他就想去4所，他说离家近。你这是什么朋友啊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呢？回南京的票买了没有？我还有点私事，忙完了就回来。妈妈想你了。过几天财政部的两个太太请她吃饭，想带你一起去。最多不超过一个月。一个月？我看你是不想回来了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向远生。所有通过入职考试的警员，现在过来填写资料。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。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。向医生啊，向医生啊，侬搿只小区头哪能搞啊？前头两门功课考了100，侪蛮好，最后一科考了个0分。本来啊，稳稳当当进总局，现在啊去警察所。请问是哪个警察所？16部分局第4警察所报到起事。谢谢。没啥好讲的，到了搿面啊，侬会后悔啊。3、2、1。早饭我买回来了。
快点。哎，好嘞。像有的人连臭美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老天爷还是偏爱我呀，让我当上了警察。陆欣欣，我别这个卡子真的特别好看，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眼？才不看！神经病！说谁神经病呢？你给我回来！这小扣子一扣。就两个字，气质。陆明敏，我以为两年没考上，你都该放弃了呢，没想到这都第三年了，哎。竟然让你给考上了，哥！今年一共就招98个警员，他就考第98名。哎，你想要多一分，他都没有。多一分也没有用啊！我穿着警服就是胜利。人出生的时候要是有杆天平，老天爷一定是把该给你脑子的砝码都给了运气。那也没少给我呀。怎么样，我就是幸运，老天爷就是喜欢我。老天爷哪喜欢你了？这么笨，考什么都考不及格，什么东西都不会，你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我就是嚣张，怎么了？你看看你行不行？体育就是不行。行了，要是运气好，就不该考上。这万一打起仗来，你就不怕被拉去打枪啊？爸，我去的可是警察所，想受伤都没机会的那种。那家里这么大的一个铺子，总得有人管吧？你看看，咱爸多需要我呀，爸爸。这不是还有我们哥哥呢吗？他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。你要当警察啊，我有一个要求，遇到了危险，不能第一个往前冲，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拔腿就跑。你听见吗？啊。你别敷衍我。爸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地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
你就等着呗。来，长官没来，咱们看一下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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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鄙人孙红发，红发酒楼，这顾名思义啊，是我们家开的。即日起呢，在座的各位，那就都是同僚了。是同僚，那就是朋友；是朋友，那就是兄弟。还有个姐妹。以后来我们家酒楼吃饭，别的不说，听我名字，打个折是没有问题。孙警官，嗯，那你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啊？哎呀，一般一般，也就是衣食无忧罢了，罢了。你说这一天天的，这诱拐案他就是个烂摊子，三头一说所长又答应了，他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啊？案子是所长接的，但白天跑的最多，晚上熬夜最多的是队长，队长都没埋怨呢，你埋怨什么呀？我也不是埋怨啊，你说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队长闷头查的，结果出风头的就是他所长一个人。哎，我觉得队长他就是有点傻。你说谁傻呢？我知道队长对我们好，要不是因为队长，我也不可能从四所坚持到现在。可是我也得养家糊口啊，是吧？我们出去查个户口，人家给个苹果都得还回去。你说哪个警察所是这样的？再这样下去，这是没法干了。想干干，不想干滚蛋。不是，我又没说你，你嚷什么啊？被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啊！你想让你弟弟进来当警察，结果让这帮新瓜蛋子给顶了，我都替你觉得丢脸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叫你说，哎，别动手，都是战友啊！哎呀，哎，放开！哎，大林，大林，不要吵两句就行了，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哎，你来，放开，放开！哎，大林，大林，大林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哎，去你的！哎，大林，别！哎，老白，老白，去！哎，老白，哎，这活我没法干了，谁干谁干？我也不干，老白，谁都对不住队长了。大林，等等我。晚上就没精神，用肾宝片，精力旺盛，他好我也好。汇仁肾宝片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发达喽！先送来电报。好，看着你发达呀、啊，我也跟着高兴。谢谢大家。我不去，我没想过不当警察。又说气话。金老板，大老板，有的是钱，给人家做私人保镖，一个月的薪水够你在警察所干半年的。要不是你给人碰了案人，才懒得帮你，这戏进不了。那人家请我，你去干嘛呀？这还用问啊？就你，黑着个脸，不会说话，往那一站，跟榆木疙瘩似的，我不得去帮你啊？我不去。今天四所来新人，哎，你所长你就不管了？来瓜裂枣，你等着去吧。我还没说这事儿，全市一共招98个人，结果又是最后几个人。好歹分一个前90的给我们呀！听说还有一个是走后门的，连录取线都不够。你还别说啊，没准就这走后门的还有点真才实学。我可听说啊，3门考试2门满分，有一门是缺考了，要不然也不会不够及格线的。车来了，哎，我不去，哎，停了啊！哎，告诉你不许这样，听话听话，别动。哎，老总，走了，走了，那鲤鱼跳龙门喽！还真有这能力啊，还用走后门啊？我估计连成绩都是假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管他叫什么名字干啥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去的是法国高级餐厅，注意你的仪容仪表，啊，你发达了，我不也跟着享福吗？迟到。你看那车门口那女孩长得多漂亮。哪个？前面。还。哎。哎。29了，还像个孩子。我想登记寻人启事。寻人启事这边。什么内容啊？在这儿。寻人诗啊。愿你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哎，落款呢？不用了。不是，你这不留姓名，人家哪知道你在找他呀？会知道的，谢谢。臭小子，回来了没有？陈航，出来！别喊了，队长没回来。你又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大力跟石头不干了。不干不干吧，该走留不下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你结婚去了，穿这身。列队。立正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你们面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16铺分局下属的福乐路第4警察所所长左荣华。可以鼓掌了。大家不要拘谨啊，都是一家人啊，以后呢，就叫我老左就可以了。都说我们四所不好，我却不以为然。我觉着四所很温暖，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僚也能够把四所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。新来的警员呢，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啊，说一说为什么要当警察呀？谁先说？我先。好，报告所长，我叫孙红发，我爸爸是红发酒的老板，我舅舅跟第5保的王保长是结拜兄弟。哦。自己家买卖啊，来，好。本来家里安排我去政府做事，但是我呢坚持要当警察，因为做警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好，不错啊。我叫天都宝，家里是在乡下养鸡，我爹不让我养鸡，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。好，那以后可以在所里养点鸡啊，改善一下伙食。是。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？报告所长，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。这个说法很新鲜啊。洛洛敏敏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。就不要不好意思嘛，这几个跟你差不多，八九不离十。难得来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，以后你就不用出警了。啊，出警浪费粮食。上面要来个客人，来个长官什么的，你就负责端个茶、倒个水、迎来送往什么的，啊，不用出警了。这个小伙子，这身材，这五官有卖相啊。你为什么当警察呀？蒋委员长说，建国，必先建警。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，保护百姓。那个坏人他也是警察，戴了警帽还穿了警服，出来旅行带文言文书。那个高的就是顶替二白他弟弟，走后门那个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四所的陈浩队长，你们以后具体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啊。讲两句，我再换个衣服啊。
我们之前见过，记得吗？记得。叫什么名字？向远生。方向的向，任重道远的远，生生不息的生。我是你们四所的队长，我叫程浩。接下来你们将在四所进行一个月的实习，两两开始分组，两人一组进行考核，考试成绩合格转为正式请员，不合格同时被辞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现在分组。队长，我想跟养鸡的一组。好，那你俩一组。报告队长，我有个申请。说。我想和大家一样出警，可以吗？谁不让你出警了？刚才所长要我在四所端茶倒水，迎来送往。咱们四所之前一直没有女警，抓女犯人总是碍手碍脚的。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，不让你出警，岂不是浪费粮食？谢谢队长。二班，带他们介绍一下四所。好，跟我来。来呀，给你们介绍介绍四所。你别看咱们四所小，但是历史比较悠久。那边，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？他是失踪人口，失踪年限应该超过三年了，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，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，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，所以他的户籍卡还有公安局户籍科里面的资料都需要被注销。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，之后我会把它销毁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这张户籍卡都不会再有人使用它。刚才那屋呢，就是休息室，换衣服什么的就在那屋。我给你们分配一下座位，养鸡的，开酒楼的，这儿是，倒数第一，那儿是，不用这样，是。你干什么呢？我给你安排座位了吗？蒋委员长说，建国必先建警。蒋委员长晚上给你打电话说的。按你这个说法，警察很重要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工钱这么少呢？你能不能给蒋委员长打个电话，给我们涨涨工钱？确实有警政官员提出将警政司升级为警政署的改革方案，只不过被一些政治原因所搁置，改司为署，也就是你说的提高警察地位和福利，也就是涨工资。行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，还政治原因？你懂政治吗？来，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。不给我发六月份的钱，就休想让我查七月份的案，这就叫政治，明白了吗？给我倒杯水去。来，
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，听见了吗？二位，干嘛呢？今天接警由向警官负责。啊？队长，咱所没有新警员接警的先例，正好看看新警员的能力。文明明，到。你跟他一块儿，你们是搭档，相互监督。是。陆警官，请问今天周几？叫报警，老太太。陆警官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你看，家有两只鹅，在路上奶奶把鹅给堵了。刚才是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？没事儿，谢谢。你别不好意思说了，什么事儿？这两个。着急忙慌干嘛去？啊，回来吃饭吧。不回来。田队长，我查了我们的登记簿，没有这个叫向远生的，他肯定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。你看照片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印象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哎，穿西装那个。你是这儿的房客吗？不，我是来拜访朋友。你朋友住哪屋啊？那天这几间房都住了些什么人？那天这几间房都没有住人，孟先生住进来的时候特意交代怕吵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住人。真是启用那一天，会不会也给我一个代号，就像您的代号零三七一样？当然了，
当然了，你是个好警察啊，陈浩。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，也是你的梦想。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。再不吃面就妥了，吃，小心烫啊。这是四所的接警记录，今天下班之前把你们记的那些整理到这上面，什么人报的案，报的什么案，接警人、出警人都记清楚了啊。请问一下，这上面有这几天的接警记录吗？嗯。陈队长，陈队长，你撒开，撒开呀！你这个臭流氓，你和我一路走的，抓进去！撒手！一股劲势，什么臭不要脸的耍流氓！陈队长不在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。你一个女的，你哪管得了这些啊？不是，这位警官，这位警官，哎，警官，你帮我做主啊！有冤案的，这大哥，太好心了！零三幺少女诱拐案，零三二文化饭店凶杀案，地点都在文化饭店，接警的人都是陈浩。管不了，管不了！哎，警官！哎，警官，警官，你别走啊！警官，你别走啊！我一个人处理不了。三二文化饭店凶杀案，三名死者割喉致死，孟多次失踪。零三幺少女诱拐案，地点文化饭店。嫌疑人竟然是他，所以他那天也在凶案现场。来档案室有事。初来乍到，过来看看材料，了解一下警务的规章制度。下次有事提前跟我报告，别随便进档案室。嗯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之前在文华饭店说你是来旅游的。第一次来上海，以前来过。可是你证件上写着你是本地人，本地人来本地旅游。这几年和家人住在外地。外地哪？南京。南京？南京也是个不错的地方。
既然是来旅游，怎么就突然当起警察来了？都说在上海当警察待遇不错，想回来试试。我看你的水平不像是随便试试，两门满分，要不是缺考了最后一门，你的成绩都能考去总局了，怎么缺考了呢？睡觉睡过头，错过了，可惜了。这些人做什么的？证件你也看了，上面也写了，渔民。这手锏没少干活啊，满身摸手。厕所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既然是托关系进来的，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就很好，挺好就好。登记完了，还给你。这证件不是你的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个证件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向远深，名字不错。谢谢，我回去请出了。松开！还打吗？就算娘们冤枉我！不不不不打了！走！谢谢警官。你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就别动手。这警官怎么称呼？向警官，向警官，再见。儿子，他是走谁的后门进来的呀？像。啊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我问过，神神秘秘的，谁也不告诉我。你这么一提醒我，我说最近这院子里面稀稀疏疏的闹耗子呢，有猫没有？给我领一只来。有耗子才有猫，啥意思啊？留身边呗，看他想干嘛。留在身边？这耗子能有什么目的啊？吃我鸟呗。多吃点。还挺能吃。来。谢谢二白哥。谢谢。来。多吃点。
不用谢我。第一天当警察，手忙脚乱很正常。其实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刚才我的样子很丢人吗？什么？我知道我那个样子肯定会有损警察形象，我考进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，多一分都没有。要是淘汰一个人的话，肯定会淘汰我的。但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当警察。所以，从今往后的日子，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骆明明。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可以找我帮忙。听说你就是开后门进来那个，对吧？算是吧。那你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，对吧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，我们俩还是搭档呢，对吧？如果有可能，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。什么人呢？奇奇怪怪。别怕，也不会太差。